以下的同学们，新年好！在这辞旧迎新的特别时刻，我在遥远的太空收到你们的来信，倍感温暖和欣喜。衷心感谢学校的领导、老师和同学们。在北工作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很想念北大的校园。通过学校的主页、微信和微博，我看到北大人对于祖国航天事业的关注与支持，并为此深受鼓舞。2021年，我和航天员翟志刚、叶光富执行神舟13号飞行任务，见证这份与星辰为伴的浪漫。我们在空间站顺利执行了载轨医学检查、空间室实验、载轨训练、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和两次出舱工作。星宫浩瀚璀璨，我们将探索广阔宇宙的更多可能。而我深知，在地球的你们，也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为担当北大和家国的未来而追寻求索。从科学突破到人文研究，是你们让北大常为新。2022年将是充满希望的一年。此刻，星空与未名湖共同熠耀闪烁，我们对北大、对祖国的热爱与眷恋也从未有时差。宇宙归期更照载，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全体人员深深为你们、为北大、为祖国骄傲，并致以最诚挚和最热切的祝福。祝愿大家2022年旅舰致远，学业有成。